早上就开，早上我们就开了啦，1点就可以来买，最早的话。哦。对啊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。但是餐点是一样的。啊？餐点是一样。对对对，它当然早上的话，有那个做好的，我们有牛肉跟尾，像会发这个姜丝里面。OK。因为有时候早上上班比较赶，所以我们都会直接做啊。对啊，这样就不用等了，就可以直接拿出去。
加蛋，看了几分钟，二十分钟，可以吧？好了哈，对。